白头发，有点像尼龙线。明天拿来去钓鱼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现在是清晨5点多啊，那我要来做一些测试啦。测试什么呢？测试我昨天拔的，这是我昨天拔的头发，一根头发容易断掉。如果说好几根头发合在一起的话，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。好了，待会来试试看吧。先用正常的线来测试一下。啊，这边有没有鱼啊？有小鱼啊，OK， 有小鱼，哦，鱼还真不少哎，不少鱼哦。OK， 可以的。好啦，我要把我的线组改装一下哦。它已经对照过，所以鱼是会咬，所以现在就换上我的头发啊。现在白头发很多。我用我的白头发，比较接近线的颜色。现在看头发的韧度，这是一根头发，所以一拉就断了，断掉了，断掉了。那我这个鱼哥呢？我绑3根头发，看看，它连接在我的子线，我的母线上面去。既然是我头发掉地上，会分解掉没有关系。三根的强度，然后加上咬铅的，对啊，头发，有头发的 ，OK， 就这里了，这个不是尼龙线的，这是头发 ，OK， 头发。头发一样，不是钩虫，是我头发没有变。再来，头发断掉了，啊，不断掉了，我还是没有掉起来。再来就重绑一下。来，现在把
头发的强度增加到四条，看看啦。断电了，断掉了，电子断掉了。小的，它还没长出来，然后找那个先。哇，头发都脱掉了，不能硬拉了，不行。大概三根头发可以承受的压力，这个大一点。这一次绑到四根头发，那个头发可以掉到这么大，这种感觉，一根头发。测试就到此结束啦，那我下次再用看看更粗的，看看好不好，效果更明显。好啦，今天到此结束啦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